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飛碟啊。咁今次咧又是 PAD 抽蛋的時間啦，因為今次咧開咗一個我近期最期待的一次合作啊。因為其實佢之前同 DC 合作的時間，我都已經好期待有呢一次合作出現嘅啦。咁今次就是同 Marvel 的合作啦。咁亦都係我唯一一次是完全唔睇忌去抽的一次嚟嘅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整個 Marvel 裏面的角色，尤其是 Spider-Man， OK， Spider-Man 是我最愛的，所以今次我希望我是可以抽到 Spider-Man、Venom， 跟住 Venom、Magneto， 跟住 Deadpool， 希望可以抽得曬呢些。咁同埋佢有個特別嘅就是佢今次有個歡迎百家咧，佢係一個平行世界的 Spider-Man 嚟嘅，咁我覺得有少少特別，佢加佢入去亦都有少少意料之外，咁。不講咁多啦，我直接去抽啦。因為其實佢今次嗰個所謂嘅大獎啦，我喺我心目中嘅大獎就係 Thanos 啦，因為佢本身嗰、那個攻擊力係最高啦，個同埋佢個主動技係幾特別嘅，我覺得，因為佢係如果我冇記錯，佢係唯一一隻係50% 重力，咁即係同佢喺 Endgame 嗰陣一樣啦。他太個無限手刀一隻手指就殺死你一半人嘅啦，咁基本上所有超緊性都可以破曬嘅啦。呢個係我唯一比較期待嘅一隻，其次嘅就真係希望可以做 Spider-Man， 因為 Spider-Man 我最愛。OK， 咁今次係20石一抽，咁 total 而家有259石，咁就 total 有25抽，連埋我呢3抽免費咧，希望可以抽曬我想要嘅嘢啦。OK， 頭先所講嘅 Spider-Man 啊、Venom 啊、Venom 啊，希望可以各異啦，希望啦。OK， 唔講啦，即刻抽，因為我真係好期待。我抽咗啲免費抽先，尤其是呢度嘅其中一隻係有一隻係七星確定。其實個蛋機幾得意嘅，今次用 Iron Man， 但係我想講啊，我係唔想抽中 Iron Man， 因為 Iron Man 係我最唔中意嘅角色嚟嘅。OK， 咁都講。第一隻，我唔明點解雷神會係金蛋，因為其實喺我眼中雷神應該係鑽蛋嚟嘅。不過唔緊要。好，第二抽，希望真係唔會抽中 Iron Man， 因為其實我真係好唔中意 Iron Man。如果大家有睇漫畫版嘅Bad Riddle， OK 啦，一啲製品嚟嘅啫。大家有睇漫畫嘅Silver War 就知道點解我咁唔中意 Iron Man。唔係動畫個動唔係電影嗰、那個啊，電影嗰個係漂白咗噶啦。正宗漫畫嗰、那個 Iron Man 喺 Silver War 裏邊咧係導致卑鄙嘅一個人嚟嘅。OK， 好，七星確定啦。睇下係咩嚟先。如果係 Spanner 就正。Wolverine 都好，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的一隻角色，正式入戏了。25抽，希望中到 Spider-Man。 OK， 第一抽先。 Yes， 第一抽是转蛋，看看是什么来的。这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只潘尼帕卡，他都好，起碼 Spider-Man 嘅其中一員，平行世界嘅。因為其實之前嗰套動畫電影上，我多講多元宇宙嘅 Spider-Man 其中一個就係佢嚟嘅。OK， 唔錯，開始，希望可以繼續努力，食住個勢。嗱，金蛋都仲可以啊，因為我有個 Venom 就係毒魔啊，係咪 Venom 毒魔啊 ？OK， 繼續。希望我可以抽到 Spider-Man、Deadpool。 其實我想要 Deadpool 都比較多，因為 Deadpool 都幾夾嗰啲袋。哎呀，我仲唔想要嗰隻啊！你就賣硬。不過睇一睇佢嗰個武裝先。分期武裝。真係冇乜用嘅一隻，喺我眼中嚟講，仲要變身角變咗做 Hulkbuster。唔好咁多 Iron Man 就得啦。不過我覺得呢隻 game 係咁啊，你越唔想要嗰樣嘢咧，佢會越俾你。嗱，金蛋唔緊要，金蛋你俾一隻Venom 鎖就 OK 噶啦 ，OK？ 點解咁多雷神嘅話事話？喂，唔得咁樣喎、啊。好，第二再20抽，一定可以。Venom，Venom，Venom。
你黑色你俾個 Black Panther 我冇用嘅 ，OK？ 唔緊要，繼續。Come on，Yes， 轉蛋睇下咩啦 ？Yes， 第一隻。啊，算係嘅，算係咁啊！喺咁快可以抽到我其中想要嘅一隻 Deadpool， 因為其實佢進咗之後，佢呢個技其實又唔啱。其實佢原本而家佢呢一個技係幾啱我嘅，暗屬性以 HP 2.5 倍，跟住暗兩 combo 以上就入攻擊力20倍，三色上同時攻擊回復力2倍，固定攻擊500萬，咁其實已經可以唔需要你更新噶啦，已經可以去到。OK， 幾好，唔錯。今次比上次抽歐飛嗰陣時嗰個運仔好啲啲啦，已經中咗我一隻想要嘅嘢啦。落機，儲下啦，儲下啦，純粹儲嘅啫。今次我都唔使記嘅啦，純粹係愛嘅啫嘛，係愛啊哈利，好嘢。哇，其實佢，都得兩隻 Deadpool 掂。咁因為我可以要埋佢嗰個武裝，因為其中一個武裝係呢一個防膠紙同埋80% 血以上攻擊加成 ，OK 嘅。同埋佢分期呢一個，我覺得都唔差。咁我其中一隻可以轉做武裝啦。喂，其實 Deadpool 多多我都要，其實我唔緊要。不過當然最好就 Spider-Man 同埋 Venom 啦。喺呢度唔啱，繼續。都是那句金蛋不要緊，你被 Venom 送了。哎呀，我不想要你啊，被 Venom， 不過不要緊，這隻其中一隻草啦，還有14抽。 Yes， 看你了，得 Finish， 變了身都可以一用的。隊長技火屬性和暗屬性全三為 2.3 倍，8 combo 以上攻擊力8倍，方向同時攻擊又減輕3 combo 加損，不矮的呢就可以儲的，同埋佢 L 攻擊加成7 combo 零差 ，OK， 我可以要呢只不矮的，可以而家儲嘅，但係佢未變身之前就真係都 OK 嘅，未變身之前其實佢都唔差，尤其是嗰個覺醒，唔計啦，繼續。其實我覺得今次 Marvel 如果真係單論技啊，所有嘅有冇 Wolverine 都唔緊要啦，所有嘅隊長技啊同埋角色，我覺得今次係幾靚咁，所以其實你抽到任何一隻其實都可用，其實都係嗰句啦，十石一抽嘅保弱者啦，已經去到，我覺得啊都係你啊，我其實。比一隻真真正正的蜘蛛俠，我會更加開心。OK， 最後11抽 ，Come on，Come on，Spider-Man，Spider-Man，Spider-Man，Yes， 雖然唔係 Spider-Man， 但係中 Venoms，Good。咁其實今次我已經都算係中咗呢個鋪位大獎啦。哇，今次我覺得真係相當之 fit， 相當之好運，抽啲嘢，我嗰個成個落嚟嗰個手氣唔差喎。Yes，Venoms 一齊嚟 ，good。呢只其實我真係唔會用噶啦，其實好老實講就，因為佢本身佢自己嗰個隊長技唔係特別突出，淨係邪魔豬燒會有半減。暗回復同時攻擊20倍兩級步加算，其實又不是話真的很強勁，尤其加上佢本身佢係龍屬啊，佢得副屬暗屬啊，所以就真係草咯呢只。你話真係入到嘅就真係 OK， 爭只 Spider-Man 啫，中埋只 Spider-Man 都 OK 啊。同埋一隻好想抽啊 ，Magneto 啊，磁力王啊，零碟，都係草咯呢只。最後八抽，希望可以抽到我最想抽埋啲嘢啊！嗱，嚟埋啊！我今次都算你擺得多石頭嘅，我唔想要你啊！睇你多餘，繼續。因為其實今次我都 stand by 咗28抽嘅啫，希望臨尾呢 last 6抽
可以真的抽到、我想要的系列里面的 list 里面嗰啲啦 ，OK。Storm， 无坏，草嘅啫，呢只我真的用啊就唔会用噶啦。呢只我唔望，你帮我睇。咩？又是你黑炮啊！最后四抽啦，咁、啊、其实算系好唔好呢？有两只 Deadpool 一只 Fanon 其实 OK 喎，已经其实我觉得算系收货咯。拉屎三抽，俾咗中一只 Spiderman， 一只 Spiderman， 唔系，开头出钻弹出晒，而家得翻啲金弹喺度。拉屎两抽。唉，好，最后一抽，睇下系咩啦，我冇乜期望算了。唉，都系金蛋，啲钻蛋你前面已经出晒。好，我睇下我自己其实今次呢廿八抽系边几只先 ？Iron Man、Spider-Man， 但系呢只唔系啊，呢只系我之前换嘅啫，唔系抽翻嚟嗰只啊，呢只系打好多嘅 ，OK。好彩我之前換定一隻，如果唔係嘅話，仲心啊！兩隻 Iron Man， 我最唔想要嗰隻，兩隻 Deadpool， 一隻 Venom。其實如果以跟住頭兩隻 Wolverine， 一隻Phoenix， 其實啊，仲有兩隻潘尼帕卡，潘尼帕卡應該咁叫佢。其實蘇花今次嗰、那個。轉蛋率是 OK 的，尤其是我在這28抽裡面我真的抽到一隻 Venus， 抽到個大獎，其實還有兩隻我真的堅入到隊的 Deadpool， 其實 OK 啊，抽花不差不差啊。咁我試下研究一下佢哋呢兩個我點樣砌先，尤其是 Venus 係比較特別，佢未進之前一開波已經有個半減同，兩隻前後係 75% 同。跟住暗屬性兩金寶以上嘅話，就有兩金寶加成；六金寶以上嘅咧，就20倍攻擊力，回復4倍。其實基本上真係強到不得之了。加上佢自己有有新嗰兩個覺醒技啦，即係有兩金寶暗嘅攻擊加成啦，十金寶加成啦。咁其實好好用嘅一個角色嚟嘅。其次，如果你真係進化咗你呢個有無限手套嘅時限。無限手套時間有個 50% 搶力，但是一個回合裏面主動技不可以再用，同埋佢唯一缺點就是真係40 turn， 但是以而家咁多 skill boost 的時代去計，你要去對付一些有超重嘅人，唔係 sorry， 叫做超緊性的，咁其實應該可以都開到嘅。其次嘅就係佢個隊長技，其實我真的很欣賞。暗 HP 兩倍，十金寶以上半減，兩色計埋回復啊，可以同時攻會有上升，最大25倍。咁佢個攻擊力單睇其實已經挨緊，等陣先，我計一計先啊。呢度差唔多2倍、2倍、2倍、3倍、6倍就有。哇！我真係計唔掂，計一計先，25×25×2×2×2，一隻係5000倍。攻擊力咁真係可以話係好強勁嘅一隻角色啦，同佢漫畫一樣啦，真係大力到不得之了。好啦，咁今次呢條片到呢度為止先啦。咁我真係會嘗試試下組一次隊去打一次，睇下覺得 Deadpool 好啲定佢好啲 ，Even 或者睇下點咯。因為其實論平時，即係老實講，我已經都有段時間冇，即係有段時間都冇打，打得咗好耐。咁難得今次 Marvel 開翻合作，我又抽得都算係咁嘅時間，我會真係認認真真去試一試組班隊，去拍翻一條，真係講一講佢哋兩個出嚟嗰個結果係點樣，即係好冇用咁樣。OK， 好，咁今次就到呢度為止先，我哋下條片再繼續啦，拜拜。